说明老规矩啊，先去蓝区做个视野，蓝区做个视野，回家换扫描。慢慢打。天雷的话，直接给四秒。开 Q 去被动啊！满被动刷野啊，边拉边打。走过来 W 咬一口 AQ， 然后直播的话看一下，我操，他想跟我抢下个线啊，他想跟我抢蓝 buff 呀。靠一下，能靠吗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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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了，能把核线拿了最好。我没惩戒了。小心啊，瞎子在上路，瞎子在上路啊！打个探照，打个探照，哎呀，看一下瞎子去哪了，把眼排了，瞎子走了，我直接上了，直接上了。慢慢打，你们线上只要等我就可以了，我来帮你们搞。这不瞎子下路能吃，哎，中单去哪了？能吃一层塔就走了，中单不见了。中单死了，好。回家石头人开始往上刷去了，是把红去刷一下，把你现在死不见的宝藏。打不了一卡，边拉边打。这不打个探照啊，然后他我们直接把红 buff 刷一下。守过来 AW 天雷放脚下，这不去帮一下茂凯能杀的，把线推了，把线推了。你想吃，我不给你吃呀，哥。能杀吗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打打个闪现可以了。这兵线进塔了，他没有爆炸了，有说法吗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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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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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不了你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慢慢打。还是有机会的。这波把蓝 buff 刷了之后去先锋，双肉是天使，打不了架。我们先去开先锋，
我在路上。先锋前先把蓝区收一下，否则的话那个瞎子会翻你野。直接来吧。峡谷先锋，我在路上。他如果会玩的话，他不会过来抢先锋的。凯南没死过的凯南。我直接去找凯南了，我先把凯南杀了，推线把凯南杀了。我们都是蛮荒的血脉。First turret destroyed。一塔有了，破两路节奏，慢慢打，慢慢打行吗？我今晚就是说话可能给你们解说少一点啊，今天我没休息好，就有点疲惫啊，但是我得先带我的老板们赢，所以说今晚先认真打游戏啊，讲话比较少，没状态了。给他杀了，给他杀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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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机会。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宝宝，深夜直播你们当助眠直播吧，助眠直播间。下把跟车还有一个车位啊，跟车加主页。下把跟车还有最后一个车位啊，跟车加主页，宝宝们，这把车位满了，下把还有一个车位啊。平时我直播都是嗷嗷的给你们喊，今天没力气了，喊不动了，明天再给你们喊吧。先温柔温柔啊，切换温柔模式啊，温柔的大案子啊。我来一下。哎我靠，哎我的锅，我不知道你要给我打招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瞎子在合计啊，走了，你这波没大招了，别打了，瞎子在合计啊。我在路上。操，他在打我蓝 buff。回家了。直播的话搞一个正义荣耀啊，打个探照。上车看主页啊，下把还有一个车位，兄弟们跟车主页啊，下把还有最后一个车位啊。寒冰之下，这下路能来吗？我等你，三二一，我上了。我在路上。拉扯一下，交给你了。把我们去刷一下，你们把他蓝区清了吧，等一下准备去打小龙，接第二条龙团。天使大招多少秒？我操，60多秒。注意危险，难受了。准备去小龙啊，回家补状态去小龙，接第二条龙船了。拉扯拉扯，天使大招还有30秒。对，还有30秒。拉扯一下，不着急。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宝子，跟车主一样。拉扯拉扯呀，哥。
坏了，刀妹死了。亚龙登场，是个被动。瞎子没状态了是吧？极限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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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你死了，有意吗？走走走，不要回头。等一下的话，搞个双子蛙增加容错啊，兄弟们，不着急，慢慢打。万千伤疤，多一道又何妨 ？Enemy slain. AW， 这波双人路可以去看一下了。请求集合。往我这边跑跑。来拿增益。Slai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回家了，回家买个双生蛙。瞎子经济没我高，搞个峡谷啊，我们第四件做峡谷，增加我们的伤害，伤害续航战路能力 AW， 然后边拉边打，这波天雷打个探照看一下对面视野，欢迎先来死不见的宝宝，我在路上，发起注意危险，一切都将崩塌，那时难绝。大龙直接打吧，直接打大龙了，直接打大龙了，肯定再带我们直接打大龙，大龙大龙，女警，女警过来点龙，打架打架打架，他们少人。回家一个，回家一个，高地没了，高地没了，哥。我靠，哥！这个玩意怎么这么肉啊？这卡莎。卡莎是真的肉啊。做重伤，女警做重伤，你做重伤，女警做重伤，要补重伤的啊，对，全是吸血，吸血加回血，女警做重伤，这版本的卡莎肉的跟一坨一样。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宝宝，看一下有什么说法，没什么说法，这不要有人过来了，我得回家了，他在打我蓝 buff， 能给他秒了吗？大树，艾特捆绑，我在路上，直接艾特捆绑。把边线清了，带中线，把中线清了。集合进攻亚龙，清中线，我们直接打了。元素亚龙登场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拉出来，直接打。这小龙要不要的没什么用，快打！
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打个探照，主播我头像怎么回事啊？主播头像 是自由好吧？自由的味道，坏了，打不过他。A 一下 Q 一下，能 Q 到吗？我马上过来拉扯一下，我开疾跑了。拉扯一下，被点火点死了。哎呀，这个这玩意怎么这么肉啊？英雄联盟设计师，勾巴子，你设计的 ADC 还是坦克呀？你要不是。不是是个长手卡莎，我还以为是勾巴在打个坦克。攻击敌方防御塔。真的，我还以为我在打一个坦克呢。这卡莎肉的跟个坦克一样。纳什男爵登场。坏了。能推掉高地吗？走走走走，活了呀，对面！哎呦。有闪现吗？没闪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完你死了。来拿增益。再打了再打了再打了，靠一下。哎，往刀妹这边靠一下。扛住，扛住伤害，就两个人。他回家了，扛住伤害，跟他来打。发起攻击，去远古。我在路上。这里被驯化了，我要野化它。远古龙了，这波远古龙，哎，我看谁能抢我？炸弹能抢我龙？我靠！我感觉还是先杀人比较稳妥，我们假装打把他们勾引下来，把他们人打团灭了，打团灭就一波了。炸弹人能抢我龙，哦，他大招没了，去后面。我靠哥，我靠哥，我什么玩意都是啊，哎呀真没招，什么伤害呀都是啊。中路一波，中路一波，中路没线了是吧？真难受。这凯南没大招的，我记得好像，凯南好像是没大招，能一波吗？能一波。凯南没大招的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别让炸弹人清兵，我马上过来，等一下把兵线推上去，直接点塔。哎，大龙 buff 没了，点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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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车位啊，跟车还有一个车位，跟车加主页，兄弟们，感谢念秋老板的粉丝灯牌啊，感谢随心老板的小心心啊，跟车主页还有一个车位啊，11-3 MVP 实至名归，又是一把一拖四，兄弟们。